什么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向，很高兴为你介绍这款日月潭奶茶，3.1克，这个我觉得蛮好喝的。你记得在，你就反正很方便啊，你就丢到杯子里加热水，然后它会有个像茶包一样，然后它里面好像还有含糖吧，所以你要用那个汤匙挤一挤，然后你的奶茶就会甜甜的，就很方便啊，很好喝。还有什么口味一堆啊，就没有喝过。这我有喝过，也蛮好喝的。买多多就好了，不给奶奶。这个呢，哇，泰式奶茶哎，全镇泰式风味，很符合我那个东南亚口流的风格。这次就来试试看这个泰式风味。可是这好像是别家的耶，这个好不好？什么别家？可是这也是雀巢，也是厉害的啊。哦。可是你今天不是在帮3.1克做广告吗？你怎么会买别家？可是属于这种泰式印尼的这种特别吸引我。好啊。是我们今天才买的